告。您是社的衣服店，然后从我们的从我们的访问，我们找到七个人要穿休闲服，一个人要穿运动服，一个人喜欢穿鲜艳的衣服，然后一个人喜欢穿正式的衣服，三个人喜欢戴手表，一个人喜欢戴耳环，一个人喜欢戴项链，然后五个人不喜欢戴用品，然后大部分的人愿意花大概$15，然后四个人喜欢穿黑色的，然后两个人喜欢穿绿色的、黄色的和粉红色的。我们大部分的客人是穿中号的，所以我们会买比较多中号的。然后六个人不喜欢穿任何花纹，且四个人喜欢穿花纹。八个人喜欢戴珠宝，所以我们可以买比较多珠宝。六个人喜欢穿夏天的衣服，然后五个人喜欢穿布鞋，四个人穿鞋子是6号到8号，或我们，然后五个人穿从9号到11号。